好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环境与能源产品 PM 张立夫。今天非常荣幸跟各位介绍研华在环境与能源的解决方案。那这些解决方案包含整个智慧水务，然后包含太阳能发电以及整个智慧变电站的这个解决方案。那我们这些所有的解决方案是架构整个研华整个 工业物联网 WISPASS 云端平台的整体的架构，不管是公有云、私有云，或者是整个边缘运算，搭载一整个 IoT 的物联网一些相关的技术。首先跟各位介绍整个研华在水处理的解决方案。那这边看到就是研华在整个水处理的解决方案，它包含有三个阶层，包含在底层透过一些相关研华的一些 IO 的一些相关的 sensor 进行一些设备的一些相关的感知，包含透过我们的WISE2410水泵的这个震动的感知的这样子一个的监测，包含透过 ADEN3600 去做加药机的控作，以及针对整个设备怎么如何透过有效率的整个巡检派工，我们提供一些完整的解决方案。那从整个水处理的整个架构，我们知道是有很多一些工艺的流程，包含生物处理、混凝成黏跟薄膜过滤，我们这边都搭载一些 AI 的一些相关的演算法来提供这些污水处理厂解决它现场的问题。那最主要是我们在整个的运维管理平台，我们的运维管理平台会展示一些相关的资讯给不一样的人，这边包含有所谓的运维管理的人员，包含厂务的人员，包含现场操作的人员，我们提供不一样的资讯给不一样的人员，这样子有助于这个整个企业去做整个数位转型。包含在我们在看整个水务运维管理平台这些数据的话，这些都是整个污水处理厂它所产生的价值，包含它每天的处理的水量，它产生了多少钱，它产生多少的所一些污泥那些处理的费用，这样子有助于整个经营管理，知道是说整个污水处理厂它的经营的成效。